请啦，继续来到云林，最近电脑公司的铁皮仓库火烧厝，这个浓烟是窜到隔壁两户，其中有一户是住着公孙啊三代人，一口罩是七个人，阿公阿妈甲孙啊等四个人，被救出来的时阵已经失去着意识，送病院来抢救。这个阿公阿妈甲查某孙拢救回来，但是十一岁孙啊，被这个浓烟呛一个伤严重了，急救无效，也是亡生了。隔间的铁皮厝，规间拢着火。铁皮厝拢烧起来啊！附近的居民冲出来，甲消防车逼围。铁皮厝一直烧，阁向两边窜出去。倒边的透天厝三楼嘛着火啊！刚小朋友听到乒乓的声音，然后就醒过来，然后就那个。就叫你们家。伊是楼卡电脑公司的头家，得火铁皮厝是放电脑的仓库。火灾发生的时阵，全家伙拢精神，嘛拢有走出来。但是铁皮仓库得火了后，所产生的浓烟向正边两间厝拖出去。第一间厝无人住，第二间是住祖孙三代，爸爸妈妈含五岁囡仔住三楼，拢有逃出来。但是65岁阿妈，还有70岁阿公，10岁查某囝含11岁后生，救出来的时阵拢已经失去意识，11岁后生不幸死亡。我是来帮他关心一下，看一下，我等一下再到医院去。火灾发生的时阵，透天厝离上远，但是浓烟的关系，火是无大，但是烟足大诶，啊，才轻微烟来得去。阿嬷搁伫病院急救，伊是当地领导，做热心的。后生新妇拢是做餐饮的，大孙正够读册，老师讲。他同时呢，除了是个画画的天分，他在我们的校网上面的荣誉榜，就常常可以看得到他的那个佳绩。这场火灾导火的地点是我家这间电脑公司的仓库，到底是安怎会导火？经消防现在搁伫调查，但是浓烟煞乎一个11岁囡仔不幸死亡。